事情是这样的，纷争开始了。不久后的一天，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开始对视挑战大赛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没咋赢了。不知道，就是不让笑，但是好像早就笑了。对不起，小编还没来得及说规则。但能不眨眼？眨应该可以吧？那就我能开一天。整段垮掉。主要是不能笑是吧？啊，那就是我输了。嗯，我肯定不是，我真的很难不笑。啊，这该死的平常心啊！啊，我输了。啊，我这该死的求胜欲，来再来一次吧。Round two， 现在我们要开始对视大挑战。来来来，我不重要了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不许眨眼！不行，那我会流眼泪的。眼睛瞪得像透明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说了，哎呀，不行。OK， 好。谁挑战成功？徐总监获奖感言时间。好，来预备，我挑战成功了，哈哈哈哈 ！Yes。